世界级区分，哦，那个头痛啊，头痛啊。哦，现在这个时候看到那个那个一个桥啊，是南京长江大桥，感觉那个火车从那个大桥那边穿过去，穿过去的时候，速度就慢下来了啊，穿过去的速度慢下来了，啊，为什么慢下来呢？那个防止那个桥啊，发生共振，速度啊，那火车经过的时候，不是哒很大声的，它这个速度就慢下来了。为了防止共振，所以呢，那个离山的时候，速度，路上走的速度也不是太快，也防止发生那种空气发生共振啊，从有的地方那个从气象，比较复杂，一路过去气象比较复杂，所以呢，一点一点慢半啊，所以速度啊，有点慢，半的时候有点慢。所以呢，这个过程中呢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？出现那个喜马拉雅山那边了，喜马拉雅山没了啊，那边山没了，但是目的地也没见啊，就有一段时间就消失掉了啊，那个山消失掉了，但是没有岛产生，这里呢会持续十几天时间啊，会持续十几天时间啊，岛不见了，但是那个目的地上呢也没出现什么物品，然后呢。那个岛看得见，那个石头看得见看不见的，在跑的石头看得见看不见的，看不见，不让，基本上不让人家看到。所以啊，前阵子那个洛杉矶这边大雾啊，整个洛杉矶持续了我看半个月吧，应该有，持续半个月的大雾，这个就是外星人的飞碟在尝试制造大雾，看效果怎么样啊，所以产生的效果基本上就那个。开车有困难啊，基本上产生那个开车有困难啊。产生那个开车的时候就产生困难啊，发生那个开车有困难。开车有困难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非得为了在移行过程当中啊，为了在移行过程当中啊，为了在移行过程当中啊，免得引起人家的惊慌啊，所以呢，为了防止啊移行过程当中产生那个惊慌啊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就看不见了啊，有的人就是在路上呢看不见了，都是大雾，所以大雾啊，都是大雾，所以呢中间那个这边山不见了，这边山不见了，这么地区没见，中间消失了十几天啊，然后沿路搬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一带产生大雾，所以呢，那个人家就基本上没有看到了。啊，就是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一路上有山体在走，所以啊，在浓雾里边就送过去了啊，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啊，有这么一个过程啊，好，然后让他知道啊，啊，知道了啊，这就是现在就一步步告诉那个进展啊，一步步告诉进展啊，好，再见。